圣山佛国在奇幻的光晕中迎来了紫光上师圣诞，到处充满了庆贺的喜气。紫光上师感谢护佑圣山佛国的诸佛菩萨、天龙八部，并对为佛国无私奉献的圣山二众居士们表示赞美。美好的世界需要美好的人，有慈悲的、无量的佛心的人去建设、去创造。我相信这个世界很快就变得更美好。锣鼓声开启了贺寿的仪轨。